BTS 日前才刚结束暌违两年半的演唱会行程，目前正全力准备即将到来的格莱美颁奖典礼表演和拉斯维加斯场次的演唱会。没想到19日大哥竟传出紧急住院动手术的消息，让一票粉丝超级担心。他们所属的 Baekhyun Music 发表最新公告指出，竟在18日不慎弄伤左手食指，紧急前往附近医院急诊，经过检查后发现食指筋部分受到损伤，在医师的建议下于昨日接受了左手食指伸直肌腱的缝合手术。根据医疗团队表示，手术已经顺利完成，竟已于19日上午出院，目前正在家中休养。而为了加速恢复进度，短期内都会使用护具。其实竟日前才从新冠肺炎中痊愈，他曾透露自己不舒服到做梦梦见阎罗王，如今又爆出住院动手术，粉丝都很是心疼，希望他一定要早日康复啊。